有最烂，只有更烂。对，哇，我不能说，还有机会。有在看哪里？哎呀。我刚下班回到家，整个累得要死，脱掉外套倒在沙发准备放松脑子，打开电视开始编点厌世，每一台都是名嘴七嘴八舌，自以为在诠释，不，我憋不住了，都在胡扯，就要吐了，说话不负责，快吐了，他们一脸震惊的叙述着，哪里来的外星人到他的家里住着，收视率是要的迹象，叽里呱啦转来转去全都一样，哇，电视亮起一道曙光，他讲了一句话把整个世界全都点亮，这个世界只有三个人知道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问我的当事人，还有一个人你问我，抱歉我不能说，不能说，哎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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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我不能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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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 Yea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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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 Hey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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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 YeahYeah， 没错，他是爆料天王，来无影去无踪，在每个爆料现场，什么都爆料，什么都知道，从台湾到全世界的武器他都精通，但都不能说，有话不能说，各地的军事行动，连美国神经都紧绷，他知道那么多，不怕说错，每个料都不能错过，全世界的秘密被他说破，别以为他在胡说八道，被爆料的都气得跳脚，到底知不知道那都不重要，每个观众都只是想要听他说，三人之报，一个是我，一个是我的当事人，还有一个你问我，抱歉我不能说，他不能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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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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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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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 Yeah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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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，不见得，不见得，哎，蛮可爱的。没有最烂，只有更烂。对，哇，我不能说，还有机会。有在看哪里？哎呀，哎，这个拍子很难抓，哎，这个串有味道，而且它的 tempo 很难抓。不，你那个刚好，你那个才难抓，而且你都刚好落在那个反拍的点。我可是，对，你看一般人是抓不到，一般我是遮丑，哦，人家说我不能说，那你，那我不能说，哎。No no no no， 不，我不能说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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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我不能说。感觉还可以吗？哎，是非常的棒，一气呵成呢，哦。对啊，对对，完全没有。有啊，今天才是饶舌歌手。对。